那个若有抄袭街舞的丑闻真够猛，一个想破红都难。怎么样，你们 Y 时代想不想签下一个？他们真的下挑战书哎，那些记者没有骗我们，难怪 Hugo 叫我们不要来这边。拜托，我们乐舞团怎么会跟这种街头团尬舞、啊？我看哦，他们白明想借着我们的名义炒新闻罢了。喂，看我们一来就不敢跳了，是不是做贼心虚啊？你说什么、啊？你要冷静点。冷静点。找位置坐。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小雨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受伤。先生，对不起，他不是故意的，请你原谅他。你的衣服，我可以赔给你。你是好朋友，比他还要紧张哦。没有关系，我不会为难你们的。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跳街头就是跳街头的，一副哈巴狗的样子，看着真让人家觉得不舒服。你，哎，年轻人，年轻人，如果一只疯狗对着你吠，难道你要趴下来对着它吼吗？年轻人，不要对号入座啊。你真以为自己是入格 superstar？不要只会当一群永远跨不出门槛的街头混混，想挑战就光明正大来，不要只会在那边偷学，借着我们炒新闻。怪成什么、啊、你？不是帮着外人，我是想让他清醒。他代表着皇朝的罗友，是亚洲的冠军，当着记者的面在这种地方撒野，有点杀自己。我发言讲的都是事实。算了，他
们想炒新闻，就让他们炒吧。我们走了。小颖，很想能一直保护你，不让你受到一丝伤害，让你拥有全天下最多的快乐。不管有多难，我一定要做到打败天蝎，取代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。你知不知道小颖喜欢你？为了你，她已经不是从前那快乐的小颖了。她还没在你身上得到快乐，却承受了许多痛苦。不懂得讨好，还狠心把你吓跑，我是真的爱。谁想要让爱的距离变天涯海角？今天是影子的需要，我不懂得讨好，我只是一个配角，我是真的爱。清醒！去哪里了？现在几点？你还喝酒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说今天发生什么事？你还有心情出去鬼混？我要出去喝酒，我要出去疯跳，怎么样？你干嘛打他？他犯了什么错？我在管我妹妹，不关你的事。你今天死了，你还出去鬼混？要你管？你要躲在房间哭吗？你别告诉我，你一点都不害怕掉。